天下作业唯快不破。作业大师，还是我们写作业神功吧！老夫一百岁，再不收徒弟就失传了。好吧，不过先练基本功。想学作业神功，得先练耐力。劈208200根木材，就将神功传授给你。是，师傅。六六六啊，塞吉！竟敢乱砍乱伐，跟我走一趟。大师兄，提醒广大市民，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为师害了你呀！想学作业神功，得先练手速。给你一天，把整座山扫干净。是师傅。也罢，为了将作业神功传授下去，只能教你了，跟我来吧。神功口诀只有四个字，就是……师傅，哪四个字啊？我一定要救活你，学会作业神功。神功的四个字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